大家好，又是我向后靠。今天这条片是挑战今个星期的阿豪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的。今个星期的挑战赛是在北优马墟。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挑战赛，就会获得253,000元。今个星期的挑战赛已经是最后一个阿豪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了。完成了这个挑战赛，终于可以解锁阿豪特制改装精英涂装。咁回顾翻，系一共推出了8个阿豪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嘅。咁如果有朋友之前係錯過咗某幾個嘅話咧，咁之後要睇下會唔會再推出翻啦。咁啊，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之後落嚟，如果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，我都會盡我所能，盡快咁將最新嘅資訊帶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另外，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G。我係向後Carl，我哋下
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